好，我们看这一题。这一题他说哈，一个带负电的粒子，我们假设是负小 Q， 以固定的正电荷为圆心，这个正电荷我假设是大 Q 啦，在均匀的磁场中做速率的 v， 假设磁场叫 v， 那速率是 v， 那个顺时针方向做圆周运动。好，那圆周的半径哈是等于小 r。且粒子所受的静电力为磁力的 1.5 倍啊，静电力的话呢是 R 平方分之 KQQ， 我们是取大小，那这个呢是等于磁力的呢 1.5 倍，磁力的话是多少呢 QVB 啊，因为现在 V 跟 B 垂直嘛，所以是 QVB， 也是取大小，他说是这个 1.5 倍1.5 倍的 QVB。 好，若此时粒子改以同速率做逆向的，如果是逆向的这个运动的话，那得到的半径是大 R。 好，那么他们说大 R 比小 R， 它的比值是多少？好，首先如果它是小 R 的时候的话，这个时候的话，磁力是那个正来负，我们看V cross B 嘛，是往外，但是它是负电荷嘛，加个负号往内。也就是说，当什么呢？当这个电荷是顺时针到的时候，磁力是往内的，电力的话也是往内。也就是说这个电力是等于 R 分之 KQQ 往内，加上磁力QVB。这两个的合力提供向心力，向心力是等于小 m 乘以 r 分之 v 平方。然后如果是相反方向的话，这个时候就变大 r， 这是平方了，大 r 平方分之 kqq 了。现在呢，它方向的话就是反方向，这样算是这个方向的话，反方向就变成往外。减掉这个 QVB， 这个是等于多少呢？等于小 m 乘以大 R 分之 V 平方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把大 KQQ 把它带掉，大 KQQ 等于多少？这个是这个 1.5 倍啊，所以呢，这加起来的话是一加 1.5， 所以这个这是 2.5 这个 QVB。这个是 2.5 QVB， 这个呢，这个我把那个 KQQ 带掉， KQ 的话是等于多少？ KQQ 是等于多少呢？ R 平方乘以 1.5 的 QVB， 我现在给它除以大 R 平方，大 R 平方是这样子，减掉一倍，减掉一倍的话，所以这个变成多少？变成是 R 平方分之小 R 平方，然后再 1.5 倍乘以 1.5， 小 KQQ 减掉1再减1 QVB， 这样子，这个等于这个。好，那我现在把这个式子除以这个式子，这样一除的话就得到多少呢？小QVB 就消掉了，它变成是 2.5 除以这个，我令它叫做小 x 好了，还是小 x 平方 1.5 小 x 平方减1，等于多少呢？等于的话这边我把它除过来变成多少？变成那个大 R 除以小 R，那大 R 除以小 R， 这是 x 分之一嘛，所以这是 x 分之一，然后给它交叉相乘，乘过去，那这是二分之五 x 等于多少？乘过来，二分之三 s 平方减一然后把它全部乘以二，然后把这一项移过来，三 s 平方减五 x 减二等于零。那我给它交叉相乘，三一
啊，这一二，啊，这也是负的嘛，这是负的，啊，这正的，所以就晓得说哈 ，x 等于多少呢？二，或者是三分之负一，三分之负一不合了。好啊，所以我就晓得 x 是二，那也就是说啊，这个是二嘛，也就是这个等于多少？这是二嘛，所以是二分之一，所以大 R 除以小 R 是二分之一啊。好，所以呢这一题哈、哦，应该选多少呢？应该要选这个 B， 啊，应该要选 B。